诸位同学，请看《道场神长行》第十句，看起。莲花光明道场神，得菩提树下，寂然不动，而冲遍十方解脱门。清凉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说了两句话，身遍十方而无来往，智如住相，了法空寂。这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，可以说呢，是真正做到了究竟庄严道场，是我们应当啊要学习的。纵然学不到，古人讲得好，心向往之啊，这就是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但是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。从哪里学起呢？从放下啊。莲花光明，莲花代表清净，出污泥而不染呐、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广。光明是智慧，我们在《大乘经》里面有很深的体会，没有智慧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我们看看世间人遭遇许许多多障难，没有方法解决啊，真是越想解决，麻烦就越多。这是什么回事情？这就是没有智慧。情识是制造问题的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唯有智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菩萨所修学的法门，是菩提树下寂然不动。我们读这个经呢、一定要晓得佛的言语意在言外，你不要去找一棵菩提树啊，坐到那个树下寂然不动，你就错了啊，你就不懂佛的意思了。
古德有所谓呀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啊，这是唐朝神秀大师讲的。虽然这首偈呀，说的不究竟，但是对于中下根性的人来说，很有利益。五祖任和尚也很赞叹呐，他能够体会的，菩提树在哪里？身是菩提树啊！既然不动，就是示现成等证据。这个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这个意思呢，是心不动啊，身不染呐，身怎么能不动？身要不动，这个身就是废物了。不起作用，这个决定不是佛法。佛法里面的身呢，活活泼泼，哪里是不动的？因此，身不动啊，我们晓得，身是不染物；心不动啊。身不染，身心都充遍十方法界，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啊！就是华严里面所说的法身呐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。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一都不二啊！所以要问法身在哪里？这个色身呢，是法身的代表，可以代表圆满法身。可以代表报身，也可以代表应化身，也可以说这个身对三身来讲呢都不是，也可以说都是。这个意思，我们要细心去参究啊。这样才真正懂得佛所说的意趣。那么就大经佛常常给我们讲的。虽然说的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与我们依旧是有密切的关联。从体相作用。从因缘果报上来观察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、一切众生，
说实在的话，没有两样啊。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迷雾。除了迷雾之外，实实在在呀，看不出有什么差别。佛与大菩萨觉悟啊，六道凡夫迷惑。啊，所以转迷为悟，凡夫就成佛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迷雾从哪里转呢？莲花光明菩萨教导我们的方法好啊，身心不动啊，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六根接触的境界。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试问问，我会不会为境界所转？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会起心动念呐、啊，那既然不动，就没有了吗？诸位要知道啊，既然不动啊，是真心的，既然不动啊，而现的身相。是真色，不是妄色。啊，性色，《楞严经》上说得很好。可是。一起心，一动念，这个性色就变成了色尘。就错了。这个外面境界相呢，就升起了变化了。这个变化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在华严所说的“为识所变”，你的识心起作用。啊，所以这个境界相呢，啊，就产生变化了。道场神护持道场，心是道场，身是道场，心周边十方法界，我们似乎可以理解，这个身呢，周边。十方法界了，我们就很难理解了。
实在讲，我们这个身呢，真的是周遍十方法界。每一个细胞，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说，组成细胞啊，是原子，组成原子是电子，组成电子的是粒子。科学将来再进展，不知道这个粒子还能不能分。假设最小的这个物质现象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零虚尘呢，就是不能再分了。再分就没有了，就虚空了。啊，跟这个虚空做邻居了。这是物质。这个物质有四种现象，称为四大。啊，地、水、火、空、火、风啊。地是讲它是一个物质。火大呢，是讲它有温度；水大了，是讲它有湿度；风大了，是说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。啊，它是动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想想，啊，这个。灵虚尘，啊，这是我们的色身呐，构造的基本嘛，最基本的这物质条件嘛。这个物质，它的火大，啊，现在科学家里面称火大叫带阳电。称水大叫带阴电，我们要问，它的电磁波会不会周边释放？这个最小的物质，它是动的。既然是动，我们晓得动一定有振动，振动一定产生了波动的现象。这个波动现象会不会周遍十方？这从物理上讲啊。物理学家了，收获了心理呀。无的波动，电还是物质啊？啊，无论它是阴电是阳电，它还是物质。它产生的波动。速度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它要随着新的波动，它的速度就跟新波就相同了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声波啊，我们知道。这个声音呢，波动的现象，速度并不是很快，啊，但是这个波如果随着电磁波呢，
它的速度就跟电磁波一样快。啊，1秒钟能够达到30万公里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话，我们的这个音声，随着电磁波这个波动啊，几乎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去接收，都好像是同步一样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地球的这个圆周啊，不到30万公里啊，30万公里绕地球好多周了，似乎就是同步接到啊。电磁波要跟新的波动啊，那就简直不能比啊。心的波动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这刹那之间呢，周边虚空法界，诸位就想想，啊，我们这无滞波动的现象，随顺着这个心理波动现象。就能周边虚空法界。就佛在经上说的啊，不要说太远了，就说西方极乐世界。佛讲，这个世界在哪里呢？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。去娑婆世界，10万亿佛国度。啊，一个佛国度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当中距离多远呢？这当中有10万亿个佛国度，那一边是极乐世界。我们现在讲数字之大了，称为天文数字啊。这个比天文数字不知道要大多少倍，没有法子计算的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不要说佛菩萨了。刚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下下品往生的人，一品烦恼都没有断，但是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他六根的能力呀恢复了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恢复是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恢复的，啊，不是他自己修成的，因此叫待业。自己修成了就不待业了嘛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他们的能力。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呐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能够看到我们。他能看到我们，不是他到我们这里来，也不是我们到他那去。是什么个道理呢？他的六根能力周遍虚空法界，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也周遍虚空法界，
这里头没有障碍呀、啊，他为什么见不到呢？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们自己看自己都没有看清楚，他把我们看清楚了。道理在此地啊！你要问，这是什么个原理？原理就是寂然不动。啊，什么时候我们要做到寂然不动了，这个能力就恢复了。我们心啊，就像一杯水一样，这个水在震动，水在起波浪不平，照的作用啊就失掉了。我如果这个水很静，啊，能极静，没有污染。没有震动，水是平的，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外面境界就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这个道理我们多想想啊，不难体会到。这个经，这个修学的法门，是在道场上。啊，道场上是护法神。护一切诸佛的正法，护一切众生的正法。怎么个护法？从哪里下手？莲花光明神告诉我们呐、啊，从自己身心上下手啊，不是从外头境界上啊。对的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的心正，身正。我们自自然然就会端正道场，啊，端正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端正我们的学习环境。端正我们帮助一切众生的环境，都要从自己身心着手。啊，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意思，不知道这样的刑罚。说老实话，我们怎样护持佛法？啊，怎样护持自己？怎么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得到成就？道场神慈悲呀、啊，他教导我们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：既然不动啊，我们有一点概念了，啊，冲遍十方呢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怀疑了。从哪里下手？能不能说
具体的。那首先，我们得想想，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妄动？佛在《大小乘经论》里面都常常讲啊，六道凡夫的心呢，无明妄动啊。啊，无明是什么？无明，不明了宇宙人生真相，明了他就不动了，他心就是寂静的。不明了怎么样呢？胡思乱想。这就是无量劫来的习气呀，习染啊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看到外面一些色相，自己在猜想，啊，听到一些声响，心里就起分别。一定呢，连着有执着，所以，我们生活在妄想分别执着的世间啊，这个世间就叫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是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，变现出来的。不是佛菩萨造的，也不是上帝造的，也不是鬼神阎罗王造的，化身呐，从心想生出来的啊，从这个错误的想法看法，从这生出来的。所以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这个虚幻相存不存在？给他说不存在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说出这个所有一切现象的真相，叫不生不灭。不生，没有啊；不灭了，就存在呀。这个意思想起来好像是矛盾，它是真相。不生是给你讲真的，事实真相。啊，不灭呢，是给你讲这个幻象。幻象何以不灭呢？幻象是你自己感觉的这个幻象存在。这个幻象是个相续相，啊，也就是说，真的相不生呐，相续相不灭。
我们常常讲的因果不空，你真正晓得因果不空的这个意思，不生不灭，你会体会到一些。啊，因果何以不空？相续不空，相续相，转变不空，循环不空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不灭里头啊，就有相续、转变、循环。不生不灭是一不是二，你要是把它分开了，那你错了。你不解如来真实意呀、这是跟你说真话。明白佛陀真实教诲啊！佛讲，我们真的懂得了，真的明白了，这个下手处就不难了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永远把分别执着断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入寂然不动的境界了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；耳闻声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；口肠胃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外面境界在不在？在。啊，可是我们自己呢，给诸位说，你已经入了一真法界了。一是真的。啊，眼见色，这个事出世间圣人。啊，教导我们，为了方便起见，啊，把无量无边的色相归纳为五大类。啊，你眼看的总不出这个五大类呀。啊，五大类是五种色：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。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你没有分别，你没有执着，你入了一真呐！啊，这个眼根从色这个色法里头啊入了一真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呢，你眼睛看种种色是一个色。你去体会体会这个味道啊！耳听的音声，五音呢？啊，用中国从前的术语来讲啊，宫商角徵羽啊，音色的高低呀、现在你呀、寂然不动之下了。你听五音是一个音，耳从音声里面入一真法界了。并不是这五音合成一个音的，不是的，也不是五种颜色都合成一个了，混合成一个了，不是的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没有分别执着吧？
都一样啊。舌尝胃，胃是也五味呀，酸甜苦辣咸呢。你到寂然不动的时候，五味变成一味了。啊，这个菜端上来是，啊，这个咸的，哎，好吃，啊，那个苦的好吃，都一样，都好吃。绝对没有执着，舌根从五味里面得到一味，诸位要说，一味是真味呀、一个色是真色，一个音是真音呐、然后你才晓得诸佛菩萨为什么那么快乐，为什么那么欢喜。他没有一样不开心的。啊，我们凡夫为什么做不到？凡夫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我喜欢红的，我讨厌黑的。见到红的欢喜，见到黑的厌恶。不行了，你被境界所转了。啊，你生活在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头。这很苦啊！啊，你没有得到，寂然不动啊！寂然不动是寂灭人呐、真心显现，真心是寂然不动，妄心是动的，但妄心是生灭心呐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妄心做主啊！妄心用事啊，没有一样自在啊，啊，活得好苦啊！所以护持道场，这个地方道场是讲一真法界，那是真道场啊！啊，如何我们护持这个？眼根啊，我们不说眼根，换个名词来讲，见心。楞严经上讲的，我们用见性啊，就见到色性，不着色相。啊，色的相呢，有红黄蓝白黑嘛。色的性呢，是一个。红黄蓝白还是一个心呐、宫商角徵羽啊，五音呐、也是一个心呐、相有五口，有五音啊，酸甜苦辣咸呐、味呀、味的相有这五种，心是一个，见心。不着相，闻声心不着声相，舌尝味心不着味相，这才是寂然不动啊！啊，并不是说你吃东西酸甜苦辣咸的不知道，那你舌头麻木了，麻木不仁了，不是这个。一切味道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是这个里头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。啊，吃甜的知道是甜的，不是不知道啊，好吃。啊，吃酸的不是不知道酸的，好吃。啊，酸甜苦辣咸。辨别得清清楚楚，这会，
如如不动啊，寂然不动啊，定。由此可知，眼见色，在色相里头练功啊，修行呐、啊。耳闻声，在声相里头修行。鼻嗅香，鼻在香相里头修行；舌尝味，舌在味相里头修行。啊，修什么呢？修寂然不动，寥寥分明。啊，菩萨的代号是莲花光明嘛，光明是寥寥分明啊，如如不动啊。修这个功夫啊，这个功夫修成了，入了这个境界了，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。这个境界是诸佛、化身菩萨他们受用的境界。然后再把这个扩大，告诉诸位：六道十法界，无非一真法界。华藏极乐在哪里呢？不离当处啊。可惜，生活在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面，他见不到，他的心被境界所转，很可怜呢、啊，自己做不了主啊！啊，所以佛说无我，啊，什么人无我呢？众生无我。我的意思是主宰的意思，众生自己做不了主宰。我是自在的意思，众生活得不自在。你哪里有我？没有我，以为这个身是我，错了，大错的错，特错啊！谁把真的我找到了呢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把真我找到了，啊，所以大经里面讲啊，化身有我，化身有常乐我净，这四种德了，啊，叫四净德了，净是清净的净，啊，道德的德，常乐。我净化身具足这四德，常是永恒的，永恒不变，这叫常啊。乐呢是永远离苦，世出世间一切苦他都没有。啊，利苦为乐，我呢是主宰自在。啊，在世出世间，确确实实自己做主，得大自在啊。静是清净。心纯净。身纯净，境界纯净，他在恶鬼，他在地狱，那个境界也是纯净纯善，必通遍十方三世，
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发身居者四种净德，般若也具四净德。般若是自性本具的智慧，化身是自性本具的德相，解脱是自性本具的德能。啊，我们常常讲圆满的智慧是般若，啊，圆满的德能是解脱。圆满的色相是法身，法身般若解脱，通通具四净德。般若里头有常乐我净，解脱里头有常乐我净，那个我是真我，不是假我。凡夫着相啊，不能证得。啊，所以佛在《般若经》上劝导凡夫：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真我你就证得了。啊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法性就真的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正要修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去练功，啊，练什么呢？练不执着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不执着，不分别，啊，先从不执着下手，然后再提升不分别，再提升呢，就没有妄想。功夫一层一层向上提升，啊，先要学的什么？什么样的色相都看得惯，在这个里头没有好恶，啊，没有我喜欢我讨厌，在这个里头修平等心，啊，而在音声里面。修平等心，啊，平等跟清净是连在一起的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的经题，清净平等觉了。只要你修到真正的清净平等，你已经觉悟了。不觉是决定做不到的。啊，比在气味里面修。舌在肠胃里面去修，《华严经》到最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历思练心呢，功夫到哪里修啊？在这些地方修啊。果然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你的心呢，就入了寂然不动了，寂灭人了。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，啊，那不得已而求此，其次呢，无生法忍。寂灭人下面是无生法忍。《人王经》上说的无生法忍菩萨了，
下品的是七谛，中品是八谛，上品是九谛。寂然不动啊，这个下品的寂然不动啊，是法云地的菩萨，是实地。中品是等觉，上品是如来果位上的，这境界高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里的本具。啊，非常可惜，我们丧失掉了。啊，丧失不是真的丧失，迷失。我们迷了自信的，自信的化身般若解脱，这个智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能力，啊，圆满的相好，都不能够现前。啊，实在讲都不能现前呢，这个话也不是真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有这个身呢，我们也有一点聪明智慧呀，我们也还有一些办事能力呀。啊，现前。我们的聪明智慧，我们办事能力，我们这个身相，从哪里来的？还不是自信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吗？不过现在是，现在我们人衰退了，不圆满了，这对了。啊，正道如来果地，它圆满。啊，智慧无所不知，能力是无所不能。相好，啊，具足无量无边的相好，真正恢复了。佛法没有别的，是教我们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而已呀。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！这个道场神这个一大段的经文里面的义理啊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